想问你，对我到底有没有动心？沉默太久，只会让我不小心犯错。啊，这个，这个咱的秘书，嘿。啊你、哦，你吼，你可能在这三品吼、哦，应该有一首歌吼，谈、哦、过来呢，配合今仔日这个气氛，咱好好跟咱乡亲、电视机头前的朋友，将来就接来咱家里来吃这个物件，好、哦，叫我到呢，哦，迄、哦那个气味再放出来，安尼吼，好，点一首什么歌？安尼我来较监管哦，我点一首这个，你是我心内一首歌，哦，好听好听，把这个接落去哦，哇，真的就像在唱歌一样，是，破一下个催泪，欢迎谢晶晶叶诺凡。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，心情开启花一朵。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想念汇成一条河，念在我心内的一首歌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结局会如何？好想问你，对我到底有没有动心？沉默太久，只会让我不小心犯错，站在我心内的一首歌，只是个过客，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不论结局会如何。碰哥好，碰哥好，肯定姐好，帅哥好。两位第一次合唱吗？哎呦，今天呢有蛮多的这个第一次，很多第一次，对，是的。除了这个第一次合唱之外呢，我跟他还第一次见面，啊，第一次见面，而且我们第一次见面就牵手了。我们的第一次都送给超越，谢谢，这是我们的真的荣幸，有互相流赖的吗？不好说，不好说了，不好说。但唱起来感觉还蛮有默契的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刚刚还有一点点害羞，因为跟他真的就是还蛮，说真的蛮不熟的，真的哈。哎，对，那谢谢啊，来温州。阿雷，希望你们也接下来还有更多机会可以合作。是，来，谢谢。